好，我每一堂课都会用 Teams 来录影，所以如果你们之后为了，譬如说准备考试，你要上网复习的话，我会把影片上传 YouTube，然后再把 YouTube 链接贴到这边，你们就可以就是整个从头看一遍，听一遍。好，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课程网站。这个网站的设计呢，就是所有你需要的资讯跟材料都在这边。所以如果你哪一天我没办法来，或是不小心午休睡过头或什么的，错过什么的话，都在这边。好，所以首先是我的 email。有什么事情要联系我的话，你可以用 Teams 联系我，你也可以寄信到这边来。如果你在 Moodle 上面点我的账号，他会给你另外一个 email，另外一个 email 没有用，那是假的，那骗你的。要寄信的话，请寄到这个信箱来。好，然后再来是 Microsoft Teams 的编码。如果你们因为某一种原因，需要就你没有已经在里面，然后你需要进去，又不想等学校把你加进去的话，你可以用这个编码把自己加进去。好，接下来课纲，我们来看一下这学期要干嘛。课程进度，英国文学导论这门课。虽然课名里面有"文学"两个字，但其实这不是文学课，这是一门历史课。文学作为史料，在于它反映的不只是重要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它能够更是指导核心的去反映出不同时代的人他们的思维、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审美观，所以我们是借由读一些每一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来认识那个时代的人以及他们所思所想。那做这件事情，它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对于我们现在用的英文这个语言，它不是凭空出生，它就是沿着这段历史下来。所以，当我们现在用英文的单字文法，或是片语、成语，它们都是有由来、有根据的。所以，这些以前时代的人他们的想法，即便有很多想法已经落伍了，但是在当代英文世界，还是会受到他们的影响。那更何况我们读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作品。英国文学史几千年的，也不是几千年，将近2000年的历史。对，将近1000年的历史。这么多作品，我们也只能读最具代表性的。最脍炙人口，你跟人家聊天最可能会聊到的一些作品，也就是说，每个作品都蛮重要的。所以，这几个单元，我等一下带你们看那个 Moodle 页面的单元分类，你就看得出来。但是这边，是按文学时代去排列的。今天上礼拜放假，然后今天课程介绍，然后介绍英国文学。我刚刚已经把英国文学讲完了，然后讲中世纪这个时期，中世纪也有一些文学作品，但是大部分要么就是很枯燥乏味，要么就是很长，所以我们就直接跳过。我等一下会简单带过。所以讲解完中世纪之后，会介绍16世纪。那这边什么第几世纪、第几世纪，
它其实不是严格上的那个日历的年代去分，它只是文学断代的一个名称。实际的起始跟结束年份，我介绍的时候会跟你们提醒。像譬如说16世纪其实是1601年才结束，就是已经迈入第17世纪有2年了。所以，到时候如果考试需要知道一个作品的年代的话，记得不是看日历年，是看文学时期的名称。下礼拜我们会讨论 Philip Sidney 的作品，所以这一周，我会先介绍一下他的作品，这样你们回去阅读的时候比较有一个概念。那从下一周开始呢，我会把大家事先分组。然后呢，我们这门课是以开放式的问题讨论、小组讨论，然后全班讨论来进行。等一下会给你们看，材料都在 Moodle 上面。意思是说，针对每一周的阅读材料，我已经拟定好，5个开放式题目，然后到时候就是每一组分到一题，我会给你们一点时间自由讨论。那讨论完之后呢，我就会一组一组下去，请你们分享你们这一组的结论。我们再从那边开始，再加深去剖析。所谓开放式问题，就是它没有正确答案啦，见仁见智。所以我不会问你像这一行是从哪一首诗出来的，或是这首诗作者是谁，或是这边的 he 是指什么人，我不会问这种蠢问题。我会问你觉得说，哎，这个作品的主角，你觉得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哎，或是你觉得这句话他想表达什么样的意思？开放式问题，所以不用担心说会不会答错，因为你只要是根据文本跟问题去回答，都是很好的答案。那下周前我会事先分好组。以往我的做法就是。大概做同样区块的人，我就把你们堆在一起。但是听说现在是后疫情时代，就是如果突然要到线上的话，这样比较困难。所以我会事先用 Teams 随机分组。然后下礼拜会，你想看到自己组别，当然就是你上 Teams 自己看你被分到哪一组就看得到。那下礼拜我也会在这边就是呈现给各位，了解你们是第几组。分组，70个人要分组。好，我们之后再说。好，所以下一周我们会讨论 Philip Sidney 的作品，然后再下一然后听说第三周也要做那个我们系上的那种阅读测验。听说我还没有得到通知，但是我看系上排班表是这样排的。所以就是第二节课就是请你们协助做阅读测验。然后在下一周第四周要上莎士比亚，所以第三周会介绍一下莎士比亚。当然，他的知名作品都是戏剧，但是他的戏剧很长，所以我们如果你对他的戏剧作品有兴趣的话，系上另外有开莎士比亚选修课，你们可以跑去选。我们这边呢就带一些他写的诗就可以了。然后这就是16世纪。第四周开始介绍第17世纪以及第一个代表作家 John Donne。第五周读 John Donne 的诗，大部分作品都是诗啦。我知道你们大家都很忙，要你们读小说应该是不大可能，所以我们就读诗，简短易懂，不一定易懂，但是简短。所以第五周上 John Donne 的诗，然后我们就直接进入第18世纪，以及18世纪的作者是 Jonathan Swift。第六周，这一周比较不一样。Jonathan Swift 他写的是散文，所以我们那周会读一点散文。也许你们会想说，散文应该比诗好读吧？不一定，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然后第六周就会介绍下一个时期，叫做浪漫时期，以及第一个诗人 William Blake。我们会读一些他的诗，他的诗就真的很短很好懂，所以我们可以多读几首。一般，我想想看，
William Blake 那周好像请你们读十首，都很短，不要紧张。第八周我们上 Wordsworth， 也许有人听过华兹华斯。那第九周期中考没有统一考试，我们这门课的考试都是线上回家测验，开书考。这样讲你们应该开始紧张起来了，因为都让你开书，都让你带回家，一定有一定难度。所以第八周我等一下会让你们看一下题目大概长什么样子，但是第八周我会详细介绍期中考题目。然后从第八周到第九周，你们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在 Moodle 上面作答。第九周没课。第十周我们继续读华兹华斯，因为他真的是很重要的诗人，我们花两周。那 Tintern Abbey 这个作品比较长一点点。我知道放在期中考周后面就是有一点点不大公平，但是历史顺序就是这样子，别怪我，你怪时代。所以第十周我们就会介绍下一个单元是维多利亚时期，然后他的第一我们要读的两个诗人 Lord Tennyson 跟 Robert Browning， 就是第十一周两首诗，然后第十二周再上两首诗，作者是 Matthew Arnold 跟 Rudyard Kipling， 然后就会介绍下一个时期，也就是我们这一个学期要上的最后一个时期，就是二十世纪。它虽然名叫二十世纪，但是它一路到今天，因为二十一世纪太短了，还难以成自己的一个时期。所以十三周会读 T.S. Eliot， 然后十四周我们读一些一战的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诗。第十五周我们读两篇小说，短篇小说，短的，短的，不要紧张。然后第十六周我们读一篇，读两篇申论。它的文类其实不是申论，第一篇是会议备忘录，然后第二篇是演讲，但是两篇 的用意都一样，都是 要去申论在后殖民时代英文作为世界语言何去何从。十七周我们读的这篇文章是从长篇小说选出来的一段，所以读起来会有点像短篇小说，但是又会有几个地方不太一样，我们到时候可以一起讨论。十七周我会再介绍一下期末考的题目，然后一样就是第十七周下课开始线上开书测验，到第十八周截止，然后十八周就没有课了，你们可以专心去考你们其他科目。这样的进度可以吗？有没有疑问？好，课本的部分 handouts 我会发给你们。actually 我现在发好了。多的请往右传。那个就是先往后传，然后再有多的再往前。多的往前传。
就是往这个方向，然后再往前。大家都有讲义吼，你们手上拿的是上半学期期中考范围的讲义，所以第八周我会再发下半学期的，第八周就很重要，又要说明期中考题，又要发下一份讲义，第八周要来。那这些讲义都是印自这本书《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8th Edition Two Volumes。两册加起来有10,000多页，你要去市面上买的话大概有5-6千块，就不用买了啦，你用我的讲义就好了。他这种教科书的那个编辑策略就是不同的英文老师会想要教不同的东西，所以我就全部塞进去，然后每一个老师都要买这本，是一种商业策略，我们不要落入资本主义的圈套，用硬的就好。分数配分，期中考占 25%， 期末考占 25%， 然后参与分数就是平时成绩 50%。 对，所以呢来上课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OK， 课纲讲到这边可以吗？有想问的地方吗？好，我们继续看 Moodle 的网页设计。在课纲下面 ，class emails， 如果有什么事情临时要通知你们，没办法等下一堂课用口头宣布的话，我会在这边写，然后在这边公告的时候 ，Moodle 就会寄一封信给大家的学校信箱。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会看学校信箱，所以我同时也会张贴在 Teams。所以就是如果你平常真的没有在看学校信箱或是 Teams 的话，鼓励你们至少每个礼拜上来看一次，看有没有新的东西。但是最好还是定期看学校信箱比较好。下一个 participation 参与成绩，这个你看不到，我把它隐藏起来了。我算成绩，我数学蛮差的，我都是交给 Moodle 帮我算，所以我就是会在 Moodle 上面输入进去，然后交给 Moodle 来算。所以这个做法对你们来说也有一个优点，你们其实可以上 Moodle 来看自己的成绩，就点这边 grades。我是老师，我大家的都看得到，但是你应该只看得到自己的成绩。然后上面就有平时成绩、期中考、期末考，然后最右边就是加总学期成绩。刚刚说比例是50-25-25，那我就用简单加总法，这边最高成绩会是50，这边最高成绩会是25，这边最高25，所以由左而右加起来就直接是你的学期成绩。所以考完期中考，我说改好了，分数也都登记了，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上来确认。然后如果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成绩长这个样子呢，就可以写信跟我讨论，不是抱怨，是讨论。好，那接下来我刚刚说这是从一本超级厚的书印下来的，光是文本以及每一个年代的介绍都已经这么厚了，每一个作者这本书都有提供作者简介，但
印下来的话就真的太长了，所以我就把它扫描，然后放在这边。如果你对我们每一个单元上的作者背景有兴趣的话，可以自行上来阅读。我在课堂间就我介绍每一个作者，就只会带重点，简单就是讲一下而已。好，这一篇读文学能做什么？我知道很多读应用系的同学可能有这个疑问，都已经来应用英语学系了，干嘛读文学？可以读读看这篇文章，这是中文写的，不是我写的。它里面基本意思就是什么文学可以什么开阔心胸啦，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自己是觉得读文学，的好处，当然我是觉得蛮多的，但两大好处应该是，第一，研究显示，读文学的人单字量比较大，而且大很多。所以这门课的作品认真读、认真学，把它当作英文材料来学，对你也是很有帮助的。第二大优点，很多时候会听到有人说，就譬如说到中年了，四五六十岁了，然后才会讲说啊，当年老师苦苦教我们文学都不知道在干嘛，那都到中年我才终于了悟，然后甚至说这个文学作品在我中年危机或是人生挫折的时候给了我很大的慰藉或是什么什么的。其实我自己也常觉得就是年轻人读文学有一点浪费了，你们人生的开端附近有很多事情还没有机会去经历，很多人生的形状跟轨迹还看不出来。但是现在读文学就变成有另外一个优点，你可以想成是一种预防针，这些都是经典作品，都是永垂不朽的作品，这样讲有点说大话，但是目前为止算是永垂不朽，几百年下来的人都觉得从中好像有得到什么样的启示跟安慰。显然这些作者他们看到人生的某一种形状跟轨迹，或许对未来的你可能有帮助，你可以把它想成现在打预防针，未来真的不幸遇到人生挫折的时候，也许你回想这门课上的东西可能对你有点帮助。好，然后这边有一个 PowerPoint 档，这个档案其实是写给大一的，但是也许你们有些东西你们可能没有想过或是没看过，你可以看一看，也许对你身为应英系学生的存活也许有点帮助。里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概念是这样，学英文真正把英文学好只有一种方式，在你去阅读或是去听人家在讲的时候，不只是注意内容，还更要去留意人家的表述方式。写作的话，他选什么样的单字，用什么样的句型，他的写作策略是什么。话语沟通的话一样，他是如何表达自己的，他说话的逻辑是什么，他觉得听众想听到什么样的东西，背后什么样的价值。英文单字有很多同义词，但是没有两个字是一模一样的，意思都有一点差别。所以你去读或是听母语人士如何使用英文，是最精确的材料。你们知道英文字典怎么写的吗？像中文，辞海就是一群富士翩翩的资深学者聚在一起，爬书文献，然后给个定义。然后就是让大家去读，然后去背，去理解。法国也是这样子，他们有一群学者，然后去定义说什么是正确的法文，什么是错误的法文。英文不一样，英文字典是由字典的编纂者去爬书当代的文件跟网络语言使用方式，以及民间志愿者主动把一些使用范例送给字典公司，由编辑去统整归纳，然后归纳出这个字的定义是什么。也就是说，
这个不是历史考据，这个是看母语人士如何使用英文来决定什么是所谓正确的英文。所以我就常说，你学英文把整个字典就是吞下去背起来，还不如认识几个母语人士朋友，多跟他们聊天，或是上西方的网站多阅读，然后留意语言是如何在生活中使用的。那这门课这些作品也全部都是母语人士写的，所以这也是一种学习材料。其他的那个 PowerPoint， 其他的页面有兴趣可以自己看。好，那如同我刚刚讲的，这门课所有的材料都在线上，所以这个 PDF 就是你们手上的讲义。如果你忘记带了，或者是就是不小心这个太冷把它烧起来了，就可以在线上找到。那每一周的讨论题目，我这边已经草拟好，然后上传来了。我们看下一周的，让你们了解一下什么是开放式问题。下一周我们读的诗叫做《桑赖诗》（Sonnet）， 它同时叫十四行诗。我等一下会介绍。那在这个作品里面，每一首诗有它的一个编号。所以第一题在问说，在第四十一首诗的时候，你觉得为什么第三诗节突然有一个挪格？这没有标准答案吧？你们看你们自己觉得这首诗的阅读经验有受到什么样的影响？第二题。为什么这个人物把那个人物说是 unkind， 这边是不慈祥的，不和善的。你看，都是一些像第三题后面会问你 why， 为什么你觉得你的答案你是怎么得到这样的答案，也许是根据诗里面的脉络，也许是根据你们自己的想法都可以。所以都是一些开放式问题，没有标准答案的。然后第六题，每一周的第六题都是帮你们准备考试。好，那我就直接带你们看考试那边。所以这是上半学期，这个是下半学期，然后再来是考试区。我们考题是这样子，我会给你一个文学作品，我会跟你讲它是哪一个文学时期。然后你要写申论题来告诉我如何判断它是从那个时期诞生的。所以也许大一文学入门你们有去讨论过对于不同作品的感觉或是心得。这门课有稍微更狭窄一点的焦点，就是如何判断它的文学时期。所以我一开始就讲了，这不是文学课，这是历史课。考试细节我第八周再讲好了。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不要抄袭。抄袭什么意思？抄袭就是你找到人家的说法，然后你拿来自己用，然后你假装这其实是你自己的说法。所以我们可以说你在偷人家的想法或是语言。在大学里面考试考得好，那个分数可以转换成学期成绩，学期成绩可以拿来累积学分，拿毕业证书，拿到毕业证书出去找工作的薪水会比没有毕业证书的高。也就是说你偷人家的概念或语言等于是偷人家的工作，这是很严重的。所以这门课如果我给你的文字回馈里面，我讲得出你是从哪边复制来的，就是抄袭，你那一次考试就是零分。这边有写 even the smallest things， 即便你只是复制人家的，比如说内容摘要，这首诗主要概念在讲什么什么也算，只要我找得到就是抄袭。那如果因为我说是开书考嘛，所以如果你上网找资料，然后真的找到人家说法非常有说服力，而且文字精简优美，你想用自己的话讲你都讲不出来，怎么办呢？
你可以给我它的出处。这边 ，give me the name of the source, web address, and page number in parentheses after the evidence. 你可以引用人家的话，后面开一个括号，跟我讲说这是从哪边来的，这样就不是抄袭的，因为这样子你就等于是跟我讲说这段不是我写的，我没有在偷。所以我没有要为难你，我只是希望可以让你了解学术界的这一个最大的诚信原则。今年暑假好像吵得很凶，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从最基础的地方开始训练。这个部分可以吗？有没有疑问？好，那抄袭这概念其实它是从西方来的，我们读的是西化教育，西化大学，所以我们用的是西方的学术概念。那这篇文章有兴趣的话，它是用中文在讲说清末明初西学东渐的时候，抄袭这概念是怎么传到东方来的，然后当时的学者是如何去非常痛苦的去适应它。所以如果你想了解为什么我们要遵守这样的制度的话，可以读这篇。好，下面我知道你们大部分也许没有写申论题的经验，所以我这边给你们几个范例题。这中间这个答案是诗，然后下面是范例答案，让你们参考。那当然我给你们的范例是我考试不会问的作品，但是可以让你们看说这样的答案大概长什么样子，如何引用文献，或是你要指涉这个文本本身，你可以如何去指涉它的行数、页码诸如此类。然后下面就是考试区，到时候会开放，你们就直接在这边填答。我第八周会再详细讲一遍。好，所以 Moodle 是长这个样子。有想问的地方吗？好，我刚刚讲说要上英国文学，英国文学刚刚已经差不多讲完了嘛？对，课程介绍，所以接下来讲中世纪。好，我就放着好了。不，有一个可以打开。好，中世纪，英国一开始他的原住民其实就是今天威尔士人，是他们的后代 Welsh。英国 UK 四个组成国家嘛。英国、苏格兰、威尔斯跟北爱尔兰，威尔斯是最接近当地原住民 的一个民族。那历史上我们称他们为 Britons， 用 O， 所以现在那个地区叫做 Britain， 不列颠群岛。跟英国文学比较相关的第一个重大事件是西元43年罗马人入侵。罗马人在哈德里安大帝的统领之下，没有把整个不列颠群岛征服，他们只征服到大概一半，然后好像那个时候国内发生内乱，所以又要把军队撤回去。但是这等于是我们说所谓西方文明第一次进到英国这块土地。那罗马人他们说的语言就是拉丁文嘛，所以那一个时期的文学，尤其是有受罗马控制的地方，他们的沟通跟文学主要是用拉丁文进行，所以这个蛮有趣的。英国文学的一开端其实是用拉丁文。西元450年，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450年已经进入中世纪了，罗马帝国已经崩毁了，西罗马帝国已经崩毁了，然后所以原本西罗马帝国的范畴都是一些不同的。我们以前叫做野蛮民族，其实也没有很野蛮，它只是没有统一。那最接近那个英伦海峡那边的有两族人，一个叫盎格鲁人，一个叫萨克逊人，他们都属于日耳曼民族，所以日耳曼 German Germanic 跟现在的德文是有关联的。
所以上古英文 Old English 其实跟上古德文非常接近。如果你现在跑去读的话，俨然是不同的语言。如果我们要上中世纪文学的话，都会是用翻译本。Anglo-Saxons 这个民族很重要，因为现在只称白人文化，有一种说法就是 Anglo-Saxon culture， 就是白人很多把他们自己的文化追溯到，尤其是英文世界里的白人，把自己文化追溯到这样的民族。所以如果你跟人家聊天，人家提到 Anglo-Saxon， 一你就知道他大概在讲什么，然后二你就要开始有点紧张，因为一般情况之下不用特别指称白人。有时候就是一直讲白人白人，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白人优越主义者，就是种族歧视。下一个重要的事件，597年，罗马他们那个时候信什么教，你们记得吗？天主教。西元50几年吧，君士坦丁大帝他前几年改信天主教，然后死前就是临时命令全国一定要改信天主教，所以那个时候罗马入侵的时候是信教的。但是后来帝国崩毁，然后盎格鲁撒克逊人来，然后就是很乱，然后宗教也渐渐没落了。但是597年圣奥古斯丁又把天主教重新带回英国，然后进行了传教的活动。这个很重要，是因为英国至今他们信什么教，有人知道吗？英国国教。英国国教是什么？是基督教新教的分支。所以基督教的源头就是从，我们可以说从这边来。宗教改革我们就不讲了，actually 下面会讲一点点，但是我不会讲太复杂。好，那到了大约西元1000年 ，CA 是大约的意思 ，circa 它是拉丁文，是最早被发现的重要英国文学作品，中文叫贝武夫 （Beowulf）。这个是口传文学，如果你还记得荷马史诗也是口语文学、口传文学，贝武夫也是吟游诗人，然后到处走，然后可能有一位或两位累积的不同版本，然后把它写下来。所以贝武夫的故事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不知道，那我们最早找到的手稿是大约西元1000年的手稿，所以知道不会比这个时间点还要晚。贝武夫很长，所以没有要读，但是有电影，要看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但是电影又不是很忠于原著，它基本上被拍成一个动作片。你也知道贝武夫的故事是说，有一个君王，然后有一天有一只龙来攻击他的城堡，所以他就把龙杀了。但是后来又有第二只龙，然后后来就是君王发现第二只龙是第一只龙的孩子，第一只龙其实是母的，所以他为了好像应该说赎罪嘛，就过去跟那第二只龙去单打独斗作为赔罪。所以最早的重要英国文学作品跟中世纪文化非常相关，但是中世纪文化它不仅是非常男人气概那种打斗啊骑士精神，它已经有丰富的内涵心灵层面。西元1066年，盎格鲁诺曼人入侵英国。因为盎格鲁两个很复杂，我们就说他们是诺曼人。那个时候，原本的拉丁文已经在不同地区随着不同人民演化成我们今日所见的西欧各种语言。所以诺曼人他们也是接近英伦海峡，就是今天法国Brittany 那一块西北角那边。他们带到英国的语言算是上古法文 Anglo-Norman，
所以你看这个历史时代，你就可以大概猜得到最古老、最原始的英文单字，像什么 heart、love， 最那种最贴近人心的、最深的概念上最深、最扎实的单字，是跟德文比较接近，因为是从上古德文。那也有很多比较跟行政啊、抽象概念的，由这个统治民族使用的单字，很接近法文。任何ation， 应该说 tion 结尾的字，或是 ity 结尾的字，或是很多类似这种抽象字根，其实跟法文基本上是一样的，当代法文是一样的。我自己大学是学拉丁文的，所以我有英文，然后有拉丁文，我其实法文大部分都看得懂，是这么接近的。所以如果你之后二外或者现在二外去修法文的话，就要特别小心，很多东西非常像，很容易搞混，你自己要确定能够理清。1169年诺曼人把英国打下来，继续跑去打爱尔兰。我们常想英国不会去想到爱尔兰，但其实爱尔兰跟英国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现在就是爱尔兰跟北爱尔兰的政治冲突，也是因为历史关系非常密切。我们沿着历史往下看，我会特别去跟你们提跟爱尔兰的关系。我们其中有一篇小说也会是爱尔兰作家写的小说。好，1169年算12世纪嘛，对不对？你们会算吧？我发现之前有学生不大会算。第一世纪是从西元一年到100年，所以第12世纪是从西元1101年到1200年。是12世纪，所以接下来下一项13世纪，这是1201年到1300年。13世纪是我们目前考据出来所谓中古英文，大概是这个时期演化出来的。刚刚讲上古英文很接近德文，现在看不懂，中古英文看得懂，非常艰巨困难，但是基本上能够推敲出来在讲什么。那如果你们对英文的发展史有兴趣，我们另外有一门选修课叫做英语语言史，可以考虑去选修。好，到了1400年，这个是我们已知第一个重要的作家乔叟 Geoffrey Chaucer， 他在1400年过世，也就是说他写作的语言是什么？是中古英文。那所以他比较长篇比较典雅的作品读起来有点困难，但是他比较短篇比较机智的文章，现在读困难不大，可能有些拼字拼法不大一样，可能句型有时候会颠倒过来，但是基本意思都抓得到。那但是因为我们跳过中世纪，所以我们不会读他的作品。他最知名的作品叫做坎特伯里故事。他的故事其实是一个框架，它是很多短篇连在一起，一群人在要去坎特伯里这个地方去朝圣，他们是虔诚的教徒，他们声称自己是虔诚的教徒要去朝圣。那因为中世纪嘛，道路上很危险，盗贼很多，大家团聚在一起比较安全，所以就有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背景的人聚在一起，然后慢慢的朝向坎特伯里去。在路上为了消磨食欲，他们就开始讲故事，有些人讲自己人生背景的故事，有些人讲一些杜撰的故事。那因为都是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背景的人，所以每个人讲的故事都差很多。有非常虔诚的骑士，他去讲一个很有骑士精神的梦幻故事，但是下一个人就直接戳破他这故事绝对是假的，不可能发生。有自称很虔诚的牧师，
但是人家后来发现他那个是装的了，没有了。然后最知名的一篇是，有一个来自 Bath 这个地方的一个妇女，这个妇女很特别，她结婚过七次，中世纪不能离婚，所以结婚七次，意思就是前面六次丈夫都挂了。那丈夫挂了，留给她大笔财产，所以她很富有。然后人家就开始想说，啊，你丈夫都怎么了呢？然后她就开始讲说她如何，就是每一个丈夫都如何欺负她，然后不让她不得志，然后又要管她，然后怎样怎样。她基本上就是每一个丈夫，要么就是人家很衰，真的意外挂掉，要么就是被这个妇女念到就是烦死了。直到遇到第七个丈夫，这个终于管得住这个妇女，然后她也心甘情愿的愿意继续跟这个第七位丈夫继续生活在一起。以现代人眼光来看，是非常不合传统伦理道德的一篇爱情故事。但是这也就可以看出乔叟他要写的不是理想化的故事，他就是要反映不同阶层的实际生活。但是我们不会看这个作品，你有兴趣可以上网找了《坎特伯里故事》。1422年是玫瑰战争的开始，红玫瑰、白玫瑰，最后获胜的是红玫瑰，但是它是从1422年一路打到1485年，就很久，所以基本上整个15世纪都处于战争状态，在政治上面非常不稳定，有时候你跟随这个君主，然后下一秒又被打趴了，又被俘虏到那边去，然后在那边又看到你这个人才把你提拔之后，你的君主又打趴了，又被俘虏去，是一个很乱的时代。那我要讲的这个的原因，是因为下一个时期就是一个政权巩固的时代，相较之下是这样子。下一页会提到16世纪。那但是在玫瑰战争的中间呢，也发生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活体字印刷被带到英国群岛、不列颠群岛。我们都知道，印刷技术是古腾堡发明的。但是你知道中世纪沟通然后运输不容易，所以花了一点时间才传到英国群岛。那有活体印刷代表说人们作品都是手写的，然后跟朋友分享，一篇一篇的分享出去，要么就是寺庙里面的僧侣找到了以前古罗马古希腊文献要保存下来必须要用手抄的，就是所谓手抄本，要复制一本书所需要的时间可能超过一个人的生命，可能同一本书两三四个人传送下去，最后才把它就是抄写完毕。所以那个时候文字跟知识是非常宝贵的。那有了活体印刷之后，事情变得简单方便很多。你们应该猜得到活体印刷一开始的作品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作品吧？宗教作品、政治作品，这两个大家都有兴趣，想要宣传出去，去说服人家就是当信徒或是追踪。好，然后到1485年，红玫瑰打败白玫瑰，新的国王登基，亨利七世。这个是中世纪的结束的年代，通常我们定在这边。下一个时期叫做16世纪，但是你会发现，1485年还是15世纪。所以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不要看日历年，你要记得每个年代的名称。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我们开始讲16世纪以及下一周要读的作品。还没签到的可以来前面签到，需要讲义的可以来前面拿。
那个老师 ，Hello， 我还在。老师，我刚刚有听到说那个要去前面签名，可是我正在用 Teams。好，我看到你名字，我会帮你签，谢谢。好，谢谢老师。
是不是已经打钟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吧。我们刚刚讲到十六世纪这个文学时期，始于1485年亨利七世登基。这个是我们第一个会遇到作品的时期，所以要特别留意说这个时期的世界观跟价值观。玫瑰战争终于打完了，国家可以一同支持新的国王，于是国王的权力变得很大，宫廷对于上流社会的影响也加深了。这个时期你不同意国王的想法跟做法，你没辙，你要么赶快离开，要么被砍头。所以宫廷政治以及宫廷的随众对文化的影响非常深。所以我们一开始读的作品都会是宫廷人员业余写的诗作。那个时候文学家不是一个行业，真要讲的话现在也不是个行业，都是宫廷随众闲暇时间私底下写的一些诗作，然后如果名气够响亮，就是手传诗作传来传去，大家觉得写得很好，也许国王会颁赐给他某一种封号，可能会给他一种金钱的资助，就是包养诗人的概念嘛。所以我们一开始读的作品大部分都会是上流社会诗人宫廷人物的诗作。1509年亨利八世登基，亨利八世是一个蛮重要的君王，等一下 会跟你讲为什么，下面有写。1516年又有另外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品问世，这个是摩尔的乌托邦。乌托邦现在讲这个词通常想到是一个过于理想无法实现的社会，但是乌托邦这个文学作品它的故事没有那么简单。乌托邦故事是这样子，摩尔把自己也写进小说里去了，他说有一天他有一个朋友来见广多闻，是广多闻，中文不是很好，就是见过世面的朋友回来旅游回来，然后跟他聊天，聊着聊着说他在远方的海洋的另外一端到过一个你绝对不相信的一个地方，他们在那边的做法非常奇特，世界观习俗法律都跟我们认识的世界完全相反然后就开始讲给摩尔听，然后说这个地方的制度怎么样啦，然后男女关系怎么样啊，法律怎么样，国际关系如何去操作什么的，基本上就是跟那个时期的想法完全相反。我们现在看的时候有些东西会觉得就是非常理性，甚至有点过于理性泯灭人性。比如说有一环是他们的结婚习俗是结婚之前会把衣服脱光，然后让那个你的伴侣可以检视确认说这个是你想要永远伴在你身边的人，或是他们国际关系除了外交之外，他们会主动派出间谍陷害敌人，然后造成敌人之间的冲突，分化敌人，公开的就不是秘密的，这是公开的那个外交手段。那也有一些做法我们现在听会觉得很可怕，譬如说如果你在乌托邦犯罪了你的身份就会被降为奴隶，然后你的工作就是去你的工作就会跟你当初所犯的罪行相称，
所以譬如说，如果你偷人家的金银财宝，你的工作就变成去挖矿。如果你杀了人，你的工作就会变成，就是譬如说那个，叫什么，殡葬人员，帮忙挖坟墓的那种。永世不得翻身。所以它是我们现在讲乌托邦文学作为一种文学作品，它的共通点就是作者都会去刻画出一种另类的社会，然后给读者勾勒出这个社会的逻辑，然后以这样的方式来反衬作者当下的社会，然后引起思考思辨。第一个这样的作品是1516年的乌托邦，它的出版语言是拉丁文，那个时候世界通行语言是拉丁文。罗马帝国已经垮了，但是因为这个它的所诞生的一些小国家没有一个特别强盛，所以还是用拉丁文。那摩尔的乌托邦这样的作品，它所描述的这个社会，它就是与当时时代逻辑相反，那所以它所根据的是，它声称自己所根据的是一个人本精神、人文精神，以人的需求跟人的世界为主。在那之前，社会主流还是受宗教影响，还有一些古希腊哲学的影响比较深。所以，譬如说，他们会觉得。知识的最高巅峰是神学、哲学跟法学。我们现在有点不一样，现在觉得知识最高巅峰好像是什么数学、物理晶片吗？我也不晓得。但总之，那个时候所谓的人文主义，或者是我们可以说英国的文艺复兴 （Renaissance）， 就强调一般入世。的精神还是有宗教的影响，但是比较像是宗教跟一般生活中的关系，而不是去谈神学，比较少一点。1517年，马丁路德引起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它的对英国最大的影响是，诱发很多对当局不满的人去街头抗议。甚至暴动，然后抗议暴动的根基是各个不同的新教流派。就是说，如果神职人员你可以跟他不同意，你可以跟他吵架，你有不同选项的话，那政治领袖就是国王，是不是也可以去选一选？是不是也可以改头换面？所以宗教改革最大的影响其实不是宗教，是政治。那个时候宗教政治绑在一起，英国国王他其实不 care 什么宗教的，他 care 的是政治。所以亨利八世很重要的原因是1534年他创立了英国国教。英国国教尤其在刚创始的时候跟天主教非常的像，基本上只有少数几个差异。第一个差异是宗教领袖不是教宗，是英国国王，至今也是如此。现在英国国教的领袖是查理士三世，就是你知道前几天刚换过。第二个最大差异，当时是国王因此可以离婚，这其实也就是为什么亨利八世要自己创一个宗教，他没根本我刚刚讲对宗教没有兴趣。他是想跟他的太太离婚，然后就是跟宗教跟教宗报告，然后希望教宗可以同意。严格上来说不是离婚，没有离婚这回事，是取消婚姻，不是说结了又离，而是说当作根本没有结过婚。教宗不同意，没有合理的理由，所以亨利八世一愤之下就说。我不管你的，我自己创一个宗教，我自己想离就离，他就离了。所以这是英国国教的诞生。那现在英国国教很多宗教仪式跟天主教很像，它比很多新教教派还要古典。但是有一个地方比天主教进步很多，就是男女关系，有点讽刺。
可以离婚，女性可以当牧师，同性恋也可以当牧师。这一方面是蛮先进的。在整个1530年代呢，亨利八世他除了创立国教之外，他也用其他手段去巩固国王的地位，确保一些什么诸侯啦、封爵啦，把他们的权力削弱。其中一个方式，尤其跟宗教改革相关，就是把一些旧的寺庙摧毁，当地的宗教领袖拔除。这个对文学史影响非常深，因为刚刚讲的就是上古的文史哲作品大部分都是这些寺庙的僧侣用手抄传下来的，所以当你把寺庙整个摧毁了，那这些书怎么办？很多就亡佚了。我们现在尤其像你们上学期西洋文学概论读了一些上古作品，是千万这个文学作品当中不到0.01%传下来的作品。除了罗马帝国的崩毁之外，另外就是像亨利八世这种王八蛋把文学全部都毁掉了。那幸好接下来16世纪进入英国的文学的辉煌时代。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登基，刚刚过世的是伊丽莎白二世。伊丽莎白是第一个知名的有重要地位的女王，所以她的宫廷她强调的就是一些女性的传统特质，培养一个爱情跟骑士精神的一些典礼跟仪式。所以当时的宫廷人员会把女王，就是礼节上会称她为国家之母，然后女王也就会以母爱的方式来照顾她的臣民，用这样的语言跟这样的逻辑去治理宫廷跟国家。所以我们现在讲骑士精神，什么就是什么骑士为了一个高塔中的一个美女然后去跟龙打斗什么，大部分其实是来自这个时期，反而不是从中世纪传下来的。中世纪有骑士，但没有这样的骑士精神。中世纪的骑士比较像是中国史上的诸侯，就是我帮国王打仗，然后国王就是可以统领各个骑士，是比较是一个政治关系。好，那刚刚有提到活字印刷，印刷品文宣越来越多，尤其大部分是宗教政治文献。政府渐渐觉得好像应该管一下，不然又是宗教改革，然后大家又开始暴动啊，然后就很乱啊，是不是应该把这些自由思想的东西杜绝一下？所以1559年，英国女王政府开始有出版审查禁令，就是你想要印刷什么东西，你要出版什么东西，你要先送给政府审查。那我们现在讲审查会想到说啊，就是政府不喜欢的部分删一删就好了。那个时候不是，有什么地方政府觉得不大妥当，他整个就拿走了，甚至把你的那个出版的那个证照拿掉，你就失业了。那个时候大部分都是文宣，对文学的影响比较小，主要是因为文学都是一些宫廷人物在写的，他们跟那个宫廷文化走得很近，所以其实有很多很传统思维。那个时候的文学人物大部分都不把印刷放在眼里，会觉得说就是等于是把文学变得很廉价啦，变得很就是都没有那个传统啦，然后那个不是文学，那个都是一些宣传垃圾啦什么的。所以即便有活字印刷，但是文学作品还是用手抄又相传的，顶多就是人挂了之后，后人尤其中产阶级的人觉得真的很不错，会另外去印刷，但是很少，基本上没有人是把自己的作品印刷然后传出去的。所以这边讲的 patronage， 这个就是女王包养文学家的概念，写得很好，女王就给你赏金。stigma 是污名，出版不是出版，印刷的污名。
大部分还是用手写。下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是1588年西班牙光荣舰队扬言说要把英国拿下来，被摧毁了。这件事情是16世纪应该是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政治事件。那个时候西班牙是海上霸权，他的军队，他的舰队最大，没人无人能敌。他也用他的舰队去探索了现在的北美洲以及南美洲。啊，那个时候因为一些你知道女王跟国王一些政治不和，然后就西班牙国王就很愤怒要把英国打下来。伊丽莎白一世他就走到，也不是走到，他就去泰晤士河河口伦敦那边，就是面对西班牙那边，然后跟全国演讲说我以我的女王的母爱什么 保护我的臣民，然后什么什么我与国家是一体的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演讲就是很振奋人心。结果等西班牙光荣舰队真的打来的时候，吹来飓风把人家全部打下来了。英国海军根本就是也不用出几艘船，就把剩下摧残的老弱残兵，然后把人家收拾收拾就打赢了。所以那个时候伊丽莎白就拿这一件事情有如天助一样，又拿来加深自己这个女王的权力，象征权力，文化地位。那从此之后西班牙舰队没了，他不再是海上霸权，各个有港口的西欧国家也就得以去探索大千世界。英国也是，英国那个后来会变海上霸权，现在还不是。所以大部分的这个出海的船只除了探险之外，另外就是海盗行为。那个时候国际法基本上还没有，所以基本上就是弱肉强食。英国舰队他不用称霸海洋，他只要锁定几个目标抢过来也就可以维生，也可以打响自己国家的名声。所以如果你去读那个时期的一些航海文献或是相关的文学作品，就会提到说就是找到发现了一艘船啊，然后叫这个登上去把人家砍砍杀杀，船就带回去卖了，很常见的事。1590年代有人说是英国文学的巅峰时期，因为这十年之间不但有莎士比亚，也有号称第二把交椅的马洛 Christopher Marlowe。 Marlowe 先来，当时的文学作品他们崇尚的是剧本和诗，诗是刚刚讲上流阶会的上层社会的人在写的，剧本是一般大众的娱乐。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没有抖音，一般人下就是最下层阶级的人无聊没事就会跑去看戏。所以我们现在常说什么 英国文学的剧本就是文学造诣很高的作品什么什么，是没错，但同时它也是一个非常就是八点档的作品，很多就是打打杀杀的啦，什么通奸乱伦的啦，然后就是各种那个什么光怪陆离的事情都能写成剧本。所以如果对那一段时间的应该叫什么大众文学吗有兴趣的话，其实只要语言能够克服，有非常有趣的故事可以去读。那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之中，他们的剧本也是用诗去写的，像我们现在读剧本大部分都是人家就是白话文，但是那个时候的作品，有些是用散文体就是白话文，但是大部分是诗体去呈现的，就是人家开口成成句这样子，出口成章，我讲这个出口成章，但是是诗节。那个时候马洛为什么成名呢？因为他研发出至今最为人称颂的英文的诗体 blank verse。blank verse 中文叫做不押韵五步抑扬格。所以一，它不押韵，这个是一个很新的创建。
以前大家就写是觉得说应该要押韵吧，这样子一可以帮演员记得台词，因为你知道像现在八点档演员就是他也不只是演一出戏嘛，他可能到处跑通告啊干嘛很多事。那个时候的舞台演员也是，他们同一个剧团可能同时扮演六七出戏，同时，所以根本背不起来。你就是剧本，你只会拿到你自己的台词以及。要上场之前的一句，然后你要离开之后的一句，让你知道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离开。所以，演员要记得的东西就可以减少。那另外呢，为了协助演员记得台词，就会用诗、押韵、格律这些东西帮人家记得。但是马洛的创建是其实不用押韵没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只要符合抑扬格就很好记。抑扬格是什么？如果你讲英文，你会发现有轻重音，对不对？轻重音，学英文通常就是给人很头痛的事情。明明同一个单字，为什么重音在这边，重音在那边会不一样？但是英文的诗就是由轻音跟重音组合起来的，所以抑扬格，抑是轻音，扬是重音，抑扬格就是轻重，轻重，轻重。Is this the face that launched a thousand ships? The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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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轻重轻重轻重。然后呢，就是五步，一行有五个诗节，每一节就是一轻一重。我刚刚讲的那句就是嘛 ，Is this the face that launched a thousand ships？ 这个就是马洛的创建 ，blank verse。他整个剧本都是用这样的格律去写的，一演员很好记，二他即便忘了，他跳到下一行听起来都一样。而且，很难说是因为那时候的文学作品使然，还是本来就是这样子。但其实今天你去讲英文或是听英文的时候，你仔细留意那个轻音重音，基本上都是轻重轻重。当然不是每个字 ，But when you speak in English, you'll find that most of the English that you speak is in blank verse. Unstressed, stressed, unstressed, stressed. 你一旦去听，你会发现，天哪，怎么真的好像很多轻重抑扬格，充斥英文之中。好，但是我们说莎士比亚比他厉害。首先他们不是同时期的人，虽然都是同个，就是1590年代。马洛呢被刺杀，讲起来蛮酷的。他的生平有很多疑点，但是确定的是，他教育水准非常高，他读到硕士。1590年代读到硕士非常不容易，有些大学教授都没有读到硕士。但是他读到硕士的，他读硕士花了很久的时间。比一般人久很多，十几年。又有人找到文献说他好像在帮女王做事，然后他所谓做事的地点呢在欧陆，所以把这几种把这几个事实都在一起，看起来他好像是帮女王做宗教改革中的间谍，然后需要一个维生的名目，他的名目就是读硕士期间的奖学金。所以他是怎么死的呢？他在英国酒吧里面被很多人同时拿刀刺杀，有点像那个凯撒 大帝一样。所以从此之后，他的文学名号就是 The Bad Boy of English Literature， 英国文学的大坏蛋。搞一些政治就是有的没的。他死了之后，隔一两年，莎士比亚的名号就打出来了。关联不代表因果，我相信莎士比亚没有把他干掉，只是一个巧合。莎士比亚跟马洛完全相反，他是下层阶级出来的，他的父亲是手套工人，他的母亲是家庭主妇，
所以因为这个背景的关系，他居然能够写出这么好的诗跟戏剧作品，历史上就有很多人怀疑说，真的有可能吗？这个教育背景这么差的人，然后没有人脉的一个剧作家，真的可以成为英国文学最厉害的就是作家吗？其实是可能的。我们现在想古老社会什么阶级分明什么是没错，但是即使是像莎士比亚这种家庭出来的，只要有一点钱，都会让男孩去上学。上学那个时候读的不是什么什么数学啦、物理化学，那个时候读的是文法、拉丁文、希腊文，然后更厉害的就是你开始接触一点神学、法学之类的，这些都是可以取材去写成文学作品的东西。你看得懂拉丁文、古希腊文，如果你拿得到古文献或者是以前的文学作品，你就看得懂了。你看得懂，你就可以把它改编成英文的作品，所以不无可能的。我们可以说莎士比亚是英国文学史上阶级翻身的第一号人物，不是第一个，是最厉害的一个。所以他一开始是演员，就是一般的演员赖以为生。那个时候的演员是跟着剧团，然后剧团后面有一个金主，那基本上金主买到什么戏，有什么样的版权交给演员，演员就背起来去演就对了。可是莎士比亚的剧团他们后来觉得很厌烦，干嘛听这个人，我们自己组一个剧团，然后我们当共同金主，所以他就加入这样的新的剧团，大家钱堆在一起，然后去找市面上感觉比较有趣的作品。后来莎士比亚自己也开始写了，写一写，写一写，越写越好，他们的剧团也成名了。后来虽然他们是共同金主，后来被买下了，被国王买下了，最厉害的金主。他就是这么厉害的一个剧作家。虽然他是很厉害，但是文学史上我们有一个倾向是会把他过度神化。他还是个人啊，他也是写过很烂的作品。他写了30几出，中间有存活下来的有30几出。其中有真的有几出蛮烂的，不得不说。那另外也有几出这几年才确定是跟人和谐。大众文学至今也是，你如果去看八点档的剧作家是谁，一堆人一起合写，那个时候的剧本也是，即便是莎士比亚，尤其他一开始出道的时候也是跟人一起合写。除了莎翁的剧作跟马洛的剧作以外，单一作者的剧本屈指可数，大部分都是合写。但是到后期他就是真的就是独当一门，写出脍炙人口的名作，什么《哈姆雷特》《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都是你们应该都有或多或少有听过的作品，《马克白》《仲夏夜之梦》第12页，有37出，我不会背完了，但是有很多，我们这门课一出都不会看，我们看他的诗。这个之后会介绍，就是看他的诗之前那周会介绍。但是16世纪的诗最重要的形式就是所谓的桑赖诗，又名14行诗，它是从意大利传来的。如果你们记得高中世界历史应该有上到，有一个人叫佩托拉克，桂冠诗人。佩托拉克就是创始桑赖诗的人，然后大家觉得非常美，非常可以拿来使用的一种格律，所以就传到英国去的。传统的桑赖诗是分两半，14行，上半8行，下半6行。所以上半每4行乘以诗节，第一诗节、第二诗节；下半每3行乘以诗节，第三、第四。上半8行，下半6行，中间有一个转折。我们现在写文章说什么什么，起承转合，桑赖诗只有一个转折，上半8行
第一四节发展一个主题，开启一个主题，第二四节发展一个主题，到了第三四节把这个主题颠覆过来，可能主角原本是好运当头，突然遇到状况了，可能是原本很衰，突然机缘来了，然后也有可能比较抽象理就是 intellectual 比较跟思想层面相关的诗，可能是前八行想事情从这边想，第九行突然找到新的面向，可以重新思考这件事。总之中间会有一个转折，然后最后三行的诗节把它收起来。内容是这样子，那它另外还有押韵的格律的相关要求，我们就先不讲了。到了莎士比亚，他这个天才实在忍不住，他改良了十四行诗，创建了我们今天叫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他不再用八跟六，他用十二跟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数学不好。就是到了第十三行他才转。这有两大优点，因为转折的力量来自于衬托。所以如果你一开头那样的发展可以发展的更完整更详细，你到时候转的时候那个力量更大。第二个优点就是重点是转嘛，那你转之后你就赶快收尾就好了，见好就收。所以他的诗作他的桑莱诗比传统的桑莱诗更铿锵有力，然后他又喜欢去发展一些比较抽象的主题，所以不是两个人的浪漫恋爱，而是爱情的观点、爱情的概念，诸如此类。我们下些礼拜会看到。那当然不可能整个文学时期只有两种诗作嘛，也有一些比较不那么有名的诗人的作品，但整体而言，那个时期他们的文学美观崇尚的是形式美。不是说能够反映人生，能够反映人性，不是说光明黑暗，而是文字本身，选字选得好，符合那个格律跟押韵规则，就是很妙，或是你转折转得很妙。他们看形式美，文字形式美。那这样的态度不限于文学，他们生活中也是，觉得在宫廷文化中觉得穿着靓丽，或是非常符合比如说女王当天心情的也被称赞，或者是演讲的时候内容也是很婉转巧妙的也被称颂。整个时期的尤其伊丽莎白女王之下，整个时期的美学精神是崇尚形式美。好，然后这个十六世纪的时期结束于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挂了，驾崩，继承的人叫詹姆斯一世。詹姆斯一世登基带来很多变化，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本身不是一个就是等待登基的闲暇无事的王储，他本来是苏格兰国王，苏格兰詹姆斯六世。那个时候，英国跟苏格兰还没有统一，他们虽然是同一个家族，但是政治上是分开来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的国家领袖，下台了，要换新的人，结果新的人居然是隔壁国家的国王，所以带来很大的一个冲击。而且另外一个点，我们之后讲十七世纪的时候会讲更深一点，那个时候是英国国教，但是詹姆斯一世他是天主教徒，记得宗教跟政治绑在一起。所以换了宗教，政治上也会有很大的转变。好，关于十六世纪的发展，你有想提问的地方吗？我要我讲更多一点的地方吗？好，我们下礼拜看的作品是 Philip Sidney 的桑莱诗。我应该是选了五首，对，我选了五首。
Sidney 他可以说是典型的意大利式桑代诗，英国文学家中就是造诣最高的，因为莎士比亚他写的是他自己的格律嘛，所以Sidney 他传统格律造诣非常高，我们就以读他的作品做代表。那个时候桑代诗只有14行，大家觉得有点短，所以就会写一堆，然后把它兜在一起，变成一个叫做 sonnet cycle， 它是一个循，它 cycle 是循环，但其实没有循环，它就是把它兜在一起，连在一起。可以把它有点像是你有没有见过那种短篇小说集？虽然每一章是不同的故事，但是人物都一样，然后场景也都差不多，它只是没办法连成一个故事而已。有点像这样子，很多 sonnet cycle 人物一样，然后处境差不多，但就是它不是小说，它你没办法连在一起看。所以 Sidney 他写的一个 sonnet cycle 叫做Astrophil and Stella， 我们看一下这个 Astrophil and Stella 是他的 sonnet cycle 的名称。这是两个人物的名字，取得很妙。Stella， 我想大家应该猜得到是女生。Stella 这个名字的字源是星星，天空中的星星。所以男的取名叫 Astrophil， Astro 是跟太空有关的，星空有关的。我们现在天文学叫 Astronomy。Phil 是爱情的意思。所以这两个人物可以说是星星与追星者，或是星星与爱星者，一看就知道是浪漫诗作，充满爱情的诗作。但说到爱情，那个时候尤其桑代诗，这种桑代诗受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佩托拉克的14行诗也都是讲爱情为主，但是他讲的是爱情的痛苦，要么就是见到这个真命天子天女追不到，要么就是追到了可是其实他不爱我，或是你一直担心他爱别人，要么就是他真的爱你可是你一直想说终有一天我们会挂掉，这个爱情无法永恒，各种痛苦。但是因为是爱情的痛苦，所以诗人会把它刻画为一种甜美的痛苦，听起来很熟悉吧？至今谈爱情，我们今天谈爱情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常见的谈论方式。好，我们读16世纪作品，有语言上的两大困难要克服，一就是文法。有时候你会看到句型颠倒过来了，动词放前面，主词放后面。Sidney 比较没有那么常见，我们之后会读一些作品可能会遇到，但是 Sidney 还好。另外一个文法问题是说句子很长，你不大确定怎么断句。这个解决方式是说你在阅读的时候，为了理解而阅读的时候，你不要管断行，断行你就把它当作同一行，要看标点符号。所以我们一起看第41首，第6页。如果你去注意标点符号，你会发现第一句一直持续到第11行结束，有一个句点在第11行最后面。这个主要句子，它的主词，应该说它第5行开始的那个分号，我们说第4行的分号。后面是主要句子的开头，然后从第5行的分号开始，每一个分号其实等于是一个
句点，它就是一句一句。我带你们看好了，从第五行开始，这所是在讲说他去这个骑马比赛表现亮丽，然后大家在想说，他这么厉害有可能有各种原因，但是到最后，诗人告诉我们，其实他真正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爱人看着他，所以他表现特别好。所以前四行在讲说他表现有多厉害，第一个字 having，所以前四行其实是分词构句，你们还记得这是什么东西吗？就是一直到这一句结束之后，主要句子才开始。主要句子从第五行开始，horseman 骑士是主词，但是你看，哎，接下来 my skill。这也是一个名词啊，动词在哪里？到最后面，动词是 advance。这边是说伸张，认为这个才是理由。好，找到动词之后，你回到 my skill，这个就变受词了。所以第五行这一句还原，也不是还原，就是以我们现在的文法来读，应该是 horseman advance my skill in horsemanship。这些观看的骑士伸张说：“我这么厉害，是因为我骑马的技术。”第六行，“Town folks, my strength。”又来了两个名词，“Town folks”，市民，“My strength”，我的力量。那所以动词是什么？都已经到句尾了，有分号了，动词的。它是沿用上一句的动词，也是 advance。所以骑士觉得是因为我骑马很厉害，市民觉得是因为我力气强大。开始看到规律了哦。第六行分号后面，这一句就是一个新的句子的。A daintier judge，一个什么样的评审？那个打一个小圈圈的注释是在右边给你那个翻译，more discerning 更有鉴别度的，所以更有鉴别度的评审怎么说呢？Applies his praise to slight，把他的称赞之词放到什么上面？意思说以此为称赞的根据。Slight 右边也给你翻译了，是 art 的意思。Art 不是艺术，art 是技术。所以骑士觉得我这么厉害是因为我很会骑马，市民觉得是因为我力气强大，更有鉴别度的人却以我的技术来称赞我。然后我们继续看这个还是第七行，which。From good use doth rise, which 关代码什么东西？就是你的技术，他的技术是从 good use 而萌生的。Good use 右边也翻译给你，就是 experience，因为他经验丰富。而 rise 你可以把它想成 arise，引起的，或者是我们现在说owing to 因为。好，那中间有一个字，doth 是什么东西？这个就是我们读16世纪英文另外一个大困难单字。英文文法在经年累月之下变化其实不少。doth 是今天的 does，所以 s 结尾当时是用 th。同理可证，如果你看到一个字叫做 hath，是什么意思？我听到声音了，是 has，有，或是完成式。对，不好意思，16世纪还是有完成式的。好，所以我们大概看到这首诗的主要结构在讲什么？就是大家觉得什么理由我这么厉害？我们回来第一行，
分词构句，所以这一件事情发生了，以至于后面各种不同的人说我厉害，有各种不同的原因。所以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 Having this day, my horse, my hand, my lance. Lance 是那个不是标枪。你有没有看过两个骑马的骑士去决斗，在马上然后拿那个长棍要把人家就是撞下来，那个长棍就叫做 lance。 相信中文有专业名称，但是我不知道，讲出来你大概也不知道。我们就说长棍吧，有兴趣可以上网查跟大家分享一下。 So 我的马，我的手，我的长棍 guided so well， 引导了如此之好，以至于That I obtained the prize。 你会发现分词构句，我们现在文法会说你分词构句结束之后第一个主词应该就是原本分词构句被省略的那个主词，所以这个很明显就是主词是我爱嘛，我做了这件事。但是你到分词构句最后面，你会发现第一个主词居然是 horseman， 不是 I。我们能够说它文法错吗？以现代人眼光来讲确实是，但是英语史尤其是进入十九世纪之后，有一小阶段是有一些不学无术或是学的也不知道干嘛的人，拿着小时候学的拉丁文，然后开始去骂人家说你这个英文很不入流。你看以前上古时期那些大文豪，用拉丁文写的大文豪，他们的文法如此工整，主词都完整，然后动词变化也都清楚，你这样写根本不像话，我们要改一改。大部分的文法规则是从那个时期来的。所以这边它分词构句主词不同， Who care， 看得懂就好。所以他说 My horse, my hand, my lance guided so well。 所以 My horse, my hand, my lance是受词， guided 是动词，导引的如此好， that I obtained the prize， 获奖， both by the judgment of the English eyes and of some scent from that sweet enemy France。 然后有一个注释二，通常要稍微多加解释的，这课本就会给你们下方的注释，你可以多读一点。但这边它是提供一些历史史料，其实对我们的理解没有太大的帮助。它基本意思是说，他虽然是英国宫廷的人，但那个时候英国跟法国算友好，所以他把法国称为 sweet enemy， 国际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一时的盟友，所以是甜蜜的敌人 sweet enemy。他这场比赛又有英国观众又有法国观众，所以 by the judgment of the English eyes， 英国人看的时候觉得他很厉害。Judgment 应该 是 literally judgment， 是英国的评审给他颁奖，同时法国来的评审也同意给他颁奖，但是不是全部，一些，对不对？第四行 and of some scent from that sweet enemy France，来自法国的一些被派来的评审，这边评审他是用眼睛作为那个代称。那第四行那个 of， 为什么会突然有个 of？ 它其实是它的句型是跟上一行的 of the English eyes 是承接同一个名词，所以 judgment of the English eyes and judgment of some scent from France。 开始看出一些文法规律来了，一样的规律可以继续往下读，渐渐只要抓到主要动词跟主词是什么，剩下就可以像拼图一样把它渐渐拼起来。我简单带几个单字，这些单字是有些单字你现在查字典意思一样，但是有些单字你查字典字义可能有变。我知道很多人喜欢现在用 Google 字典去查单字，但是Google 翻译，
可是 Google 翻译很难给你这些比较旧的文意，建议你们还是上网找一个英英字典，它就会告诉你。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下课。下一行，一本五六七第八行 ，Some lucky wits。Wit 现在定义是幽默机智 ，witty， right？ 但是 wit 原本的意思是聪明才智，所以这边 some lucky wit 是运气好的、有识之士、有见识的人、有识之士。然后同一行最后面 chance 不是机会 ，chance 是命运、机缘。你可以说运气 luck。OK， 相信如果真的看不懂的话，网络上应该有中文版，但是中文版也不是一个一个对照出来的，还是了解人文比较重要。还没签到的可以来这边签，要拿讲义的这边还有，我们下礼拜见。